你这头可是不小啊，头大还不好吗？头大你暂时匹配，能匹配的匹配，不能匹配这个就一个。老家那边这咱都栽葱栽蒜呢，咱们这就薅苗子吃，连垄沟带这种茬都给它栽上，这都掰开的。你信这点毛葱也栽不少呢。这点毛葱也栽不少呢。这些够吃一段时间了。哎哈，新买的新武器哈，会不会难呢？会不会难呢？会不会难难呗。这得先给他拿捏。这不这个就是像锁那个似的吗？就这么拿捏。说头啊，这盆头压力挺大呀，这个啊。那你比那个压力大呀？比那也大，一会儿你再往毛葱再浇。这玩意儿最好活了。我栽两万苗眼的，给家的时候不有栽两万苗眼，栽三万苗眼，是不是？你那咱栽几苗眼啊？哎呀妈，你老说我了。这个黄瓜秧死了呀。气温低晒的，一会儿浇点水它就活了。你可拉倒，那也活不了了，这个活不了，没办法了。那几个能活？培上土啊。你不说不用培吗？啥玩意不用培吗？培土。稍稍盖上点。这玩意儿整不明白，稀厚啊。你宽点苗眼儿啊，宽点苗眼儿。小葱宽点苗眼儿，不用踩哈，人都踩葱。还踩呢？踩分咋的是踩，你这个这不用踩。没看过梳子吗？这样式的。那是梳子吗？这就土啊。这玩意儿一颗一颗的，梳子呢？过去那整苏巧那个，不就这玩意儿吗？这是啥呀？辣椒。这俩都种辣椒。你愿意吃辣椒，我给你多种点。吃辣椒？你不愿意吃辣椒？我不吃辣椒，我可不吃。这玩意儿厚了能往下溅。啥不能溅呢？就这么点一小包啊？这你那里头就这点啊？嘿，两块钱给你多收了。我的妈呀！你咱们那嘎有那辣椒籽儿，你不倒，你不去买它这个？跟这品种不一样，这是薄皮的，这就够了，这就四笼了。这不扬子里头呢？厚了你还得厚扔的。厚扔啥？这辣椒能摘？摘你用不上了，摘它干啥？这玩意儿。够了没啥用，像那个，这箱子让你那啥了，让你搓了，搓能搓了吗？干的，搓的，箱子装不爱出啊，老不爱出了，厚不厚这样？箱子不爱出，因为我种那个，那你还说种的不好？你种还没整出来呢，还。我种的早，它凉，它能出吗？你那净理由。这净理由。那你别的它咋出来了呢？苦苣就按种一垄就行，就按栽。这玩意儿是老愿意出了。
你到时候有地方栽吗？你得留点地儿。往垄沟栽吧，留点地儿。你这玩意像给家呢，那几晌地呢？你就一个小园儿，还有点地就不错了。这是啥？认识吗？大白葱，上秋的。那有葱籽儿，你还买葱籽儿？那啥葱还不行？啥葱你能跟这个能是一个品种吗？你这是，哎，你那啥玩意低标准？你这个是啥呀？你看，你这是大长白葱。哎呀妈呀！你树上能种出啥样的？还大长白、短长白的？种啥样是图就行呗。这你不认识吗？这个？我看你这结果好似的。这是啥呀？生菜。罗马生菜卖那个，这是生的吗？啊，好像是白的呢。好像是白菜，那人能当白菜怎么办嘛？小白没动。包生的。包生的。嗯。都是种吧呀，留着锅再说吧。天都气候，啊。这不是生菜籽儿吗？是不是啊？你认识生菜籽儿啊？哎呀妈呀！我就看你的这土整的有点厚。这垄沟都扬臭的呀？嗯，扬的三个。嗯，咋了？哎，浇点水啊！这压力挺大呀。这黄瓜他妈就不知道啥样了，早上就是起来了，这一到黑的时候，白就蔫吧。这黄瓜管苗管的大。韭菜还行，韭菜是最爱活的，少浇点就行，你吃不吃？啊，我爸买的，这叫野生鲤鱼，是不是？对。这门口老头他们钓的，爸，你回头你也去钓去。嗯，能钓，人家给哪钓的都不知道。啊。这大鱼你还能钓上？你仨人才拽上的。咱钓就钓个小鱼儿啥的。几斤沉的鱼？零个买的，不腰秤。还有不腰秤呢？有。得多少钱吧？20块钱。那得有3斤的。3斤来钱。这是鱼子啊。啊。这高子炖的也得。我炖的。啊。没点油。站着，你这崩坏了我的一天。哎，这多好！回头上海边妈捡点那个小石头，放上面点儿。嗯呐。炖鱼你能吃吗？我不吃了。我吃不吃都行，不饿了。我那俩吃苞米汁，吃三岁。哎呀，傻乎，这味儿哪是我吃的？有点酱，大酱。往锅里捞，是的，粘上了。哎呀，够！鱼子到底？哎呀，这鱼子真多，得有1斤多，好像。够。
这一段。千滚豆腐万滚鱼，啥玩意儿混的？哦。啊。哦，必须得放下。好了。盖盖开炖。咱这小葱出锅了呗？哎，好了。啊。嗯。知道。挺好，这一锅。烫好的菠菜往锅里一高，没看到吗？有点盐。这是葱花，这是蒜。哎，少来这水淀粉。吃啥也行，我吃啥都行，这个。哎，今天这俩菜太厉害了，这是我的菜。嗨，好，我是胖妞，我爸今天遛弯去了，买的20块钱买条鱼，是不是？人家别的老头打的。哪有小伙啊？小伙啊，小伙，大哥打的，开吧。这鱼可是不小，这鱼不小，这鱼买便宜，先吃一口，你尝尝味儿怎么样？这尝尝吧，这大鱼就是了，这肉。妈，你少吃点豆腐，没事应该。嗯。你这个吃完了，你这脸要是走了，妈，你可别赖我。要不你就别吃。我那个还吃鸡蛋呢。啥时候吃鸡蛋？不打胡萝卜了吗？对，今天对鸡蛋就吃，没事儿。这玩意儿要春天中午吃鱼，我不饿啊，这个我没说中午吃苞米啊。那菠菜是，反正你瞅我挺大，啥大憨似的，但是不老。不是大棚里菠菜，就是我说压霜菠菜。大地里啊。压霜菠菜，大地俊东种的。东北是压种这工作，正是压霜菠菜，咱老家呢，谁都就这地方。冬天种完以后冻了，不这么高，冻了以后完了进去村里发的，不用啥。你五姨他们那些年。有你老婆在世那时候，经常种压霜菠菜。完了，你开村骑车子，你五姨夫那时候骑自行车是啥？上代理卖。那俩他还住平房呢。不影响种园子。有，你要这工夫种园子就起了。年轻时候都遭不少罪，你要谁说一说的话。是吗？是吧？你五姨可能现在瞅着相符了，老能干了。你看他们呀，原来上班的时候种地，嗯，上屯子去铲地去，跟你二姨那屯子呢。到你二姨他那嘎铲地，你二姨夫也帮着铲，大伙都帮着铲，铲完了得了，人家再慢慢铲。那姐哥们儿那能不帮吗？姐哥们儿整挺和气，有那个打仗的，你们不打仗啊？那我们不打仗，那能打仗？真是该打是打，他们姐们不打仗，老和气了。有啥打呀？结婚那个在家的时候有时候好打仗，在家的时候也不打仗。小时候那时候不打仗。对，爸，你这么唠就对了，嗯、你就得这么唠。腰牌这是，那鱼还出了腰牌了？那鱼怎么没有腰牌？腰牌好吃，排骨，没有鱼排，鱼腰牌那肉软和。嗯，你妈也溜走了。那是，你爸吃那玩意儿，他没有破的，我跟你。你就跟着我爸吃就行。嗯，他吃啥你就吃啥，你就来那个大块。嗯。给你没有刺，给你吗？不用这个吧，不要啊。嗯，不敢吃的，有刺的瞅着。
你就说买就买，我就赶上下雨。明天报还有雨呢。那你忙啥呢？春长日久。扣点。你好朋友都说怕丢了。丢不了。你可看着点吧。我看这边来，是不是又有一个新毛了？是你那个吗？我爸那扇子呢？那我看那有一个不扇的，好像是。不扇的不是。那原来就有那嘎子，嗯，到我们这窗户下斜对过能有十米啊，那嘎子，那嘎子有灯，它本来是车位，但是那嘎子没有车停，是不是？嗯，把摩托都放那嘎子，旁边有监控，应该没事儿。电瓶我滴了回来，天天滴了回来，还能高电瓶能高二百吗？白天没事儿。这回我爸天天就拎着大棒来。这个油好喝，这个油。人均大罐儿，沙口，对，啊沙，这个酒在这地方挺站住脚，卖多少年了？老牌子。嗯。最开始的时候一块八吧。嗯，不到两块钱一块。不到两块钱一块八，啥玩意都涨价，酒也涨。燕京，咱们我记得咱们开饭店前就有这燕京。是不是、啊、没有、嗯、东北没有、嗯、没有吗？这酒没进入东北呀、啊、那是哈啤，北京的哈啤雪花，雪花哈啤。嗯，来喝。吃这鱼头费事，我不爱吃鱼头，我愿来干。慢慢吃，慢慢吃，那吃鱼头这么麻烦，得细仔细仔细仔，那吃鱼头还会着急。那天吃我鲫鱼，要不你也不能那啥，这回就吃一个，嗯、你可别那啥，不吃。鲫鱼好吃的、啊。没吃几块豆腐是不是？你就吃两块三块，你就吃多少那个。没事，这回肯定不带有事的，放心吧。这把你都吓坏了。长得心没底，这家伙没事就打鱼头。哎呀妈，这咋这给大盘播的？嗯，一大盘播吃没了。这现在成本低呀、啊，三块钱一捆儿，都整了吗？一会儿剩点不多。啊，嗯，加点肉丝儿，一共十块钱成本呢。我讲，你去年这工资最贱时候是五块钱一捆儿，那是三块钱呢。你这卖钱？现在正是那个，正是旺季。鱼二十。哎，其实有的时候吧，吃饭贵；有的时候吃饭省，就是两者一均匀就好一些。现在东西都不咋贵呀、啊，嗯，你肉猪肉啥都贱，啥都不贵，不是贵时候。老贵了。来妈，我干杯。你干杯吧。爸，你慢慢喝。啊，干杯。哎呀，油焖菠菜，这强烈推荐的菜，这个菜也不错，非常香。这就是吃鱼慢点儿。那个，感谢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